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你怎么不想娶我呢？说吧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只是一个弱女子，家人都被伤害。我是车师国公主古丽夏提。你是车师的公主？对啊，车师国现在已经投降于漠北了，但我不想嫁到漠北去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可以看我的配印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说你怎么不想娶我呢？哎，分手，分手。右前王，整日都在紫薇城等候，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啊？你准备什么时候攻城啊？我军奋战疲惫，不宜平攻，应该整顿大军。区区小城，你都不能速战速决？汉贼还以为我漠北大军都如你般懦弱胆小。你说什么？大姑妈，我是监军。我会如实向单于禀报所有军情。哼，王怎么办？我有一计，可不费兵卒，速战速决。这城里的粮草，也就能撑上俩月了。用不了那么久，左鲁烈王就会有所行动了，加紧驻防吧。你说，咱们这次能赢吗？能赢啊，肯定能赢。对，我说咱们这次也能赢。我想过了，咱们赢了以后啊，我就再养他几十匹好马，然后把我那马轿都装满他。你呢？你是不是要把范柔娶了？孩子也生了，那时候我应该已经战死沙场了。